连便利商店都走不到，李佳玉眼冒金星惨昏倒。35岁开始，最近的便利商店只有800公尺，我走过去我走不回来，因为我在回程的时候我就会眼冒金星，我就会整个人重心不稳，我就快要昏倒，是那种真的，而且会很想吐。这么夸张？人过了40岁之后，每10年你会降低8%的肌肉细胞量，肌力不足，越不想动，然后越来越懒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